有呢布阵啦，应声弹出嚟，分起月相当之快，幸运星亦系唔慢嘅。张相出嚟见到就系多利高，然之后跟住就威盛明居，中间仲有月武，最后啲跟住就梦成真拍咗一齐，仲有健康特快大个难，仲有可喜可贺嘅。然之后跟住就赢德宝啊，入边仲有就系飞快赢，最后啲跟住咧就玩具红心，玩具红心再后啲拍咗一齐，仲有幸运星，幸运星之后跟住就心宝贝啊。尾二位置见到就银太阳喺晒尾，太阳活力啊，距离头马约莫就系九个马位左右噶。好啦，差唔多预备转银禧湾前面放头，见到月木放出头个零马位之先，领先威盛明居守住个第二嘅。第三位跟住多利高拍住上咗嚟，见到就系健康特快啊。最后啲咧跟住先见到就分喜月啦，然之后跟住可喜可贺拍咗一齐，仲有赢德宝。有一步再后啲跟住就系梦成真啊，外边仲有就系呢个幸运星。中间只啊骑一骑一上嚟，仲有嗰只咧就见到就玩具红心啊，然之后跟住就飞快赢。非常最后啲跟住就心宝贝喺晒尾，太阳活力距离头马有冇系九个马左右嘅。我差唔多转完弯要入正直，我做四百米左右，前面第一只突出为月木突出，喺上嚟追佢，见到威盛名区啊，健康特快就揽下咁上紧嚟，后面上紧嚟见到就系可喜可贺，但系一冲刺见到仲有幸运星入边等一位，仲有梦成真嘅，前威盛名区第一只突出为拍咗一齐斗，仲有呢只就系月木，而家开始骑下骑下上出嚟，见到可喜可贺大银，一冲而家先见到就银太阳外面上嚟，仲有太阳活力啊，幸运星嗰啲马，前面可喜可贺越骑越有，银太阳同埋太阳活力一齐上嚟追佢嘅，可喜可贺跑第一，跑第三名啊，上啊睇下太阳活力定银太阳啦。一堆太阳系喺度啊，不过就俾啲嘢遮住咗，就系呢只可喜可贺啦。哇，落咗好多飞啊，得翻26倍咋呢只可喜可贺？系喎，30零倍嚟噶，一路落飞。咁啊，一对热门马太阳活力起步慢啲，但系唔紧要啦，佢都系留住后上啊。呢度见翻个影啦。咁啊，但系你都追唔住咯。紧要追唔到啦，紧要追唔住咯。咁安慰一下都有個位置啊，係咪唔緊要？有冇第二嘅？冇曬噶。啊，第一名就係11號嘅可喜可贺啊！咁啊，2、3名都仲要影下相。第四名咧就13號嘅幸運星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噃。今日詳細嘅戰果咧，留翻今晚嘅賽後你點睇，再同大家研究啦。拜拜。号喺前面已经即系攞咗个优势啦，咁结果啲银太阳咧又因为排个档又外啦，喺成13档，咁佢又要兜出去。咁你谂翻啊，嗰日咧强如呢个太阳活力都冇办法喺嗰个位置度追得到。咁如果你计咁，银太阳翻嚟都系仅仅输咗个 Q 脚啫。咁即系佢话俾你听，佢走势已经相当之好啦。可喜可贺都唔好得几。